行动的开始。我们人很少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重点是为了台湾这块土地以及地球。我想我们接下来很多的事情要跟大家一起合作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所有的参加的团员，在这边呢非常谢谢各位的光临。但是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活动，包括10月21号、11月的青年团的各种活动，还有接下来的 United NGO 相关的各种活动都会陆续的出现，那也会让各位来知道。如果各位愿意，也请各位来一起来共襄盛举。那各位看看这边挂那么多东西啊，事实上是因为这是1992的，啊，然后这个是2002的，那最后才是2012的，那就代表着呢，对于台湾来讲，参加是一个过程，可是重点是怎么样让台湾更好啊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的团员呢，就是在这边谢谢各位的光临。那么接着我们会往下有各式各样的行动，好。我是一个对刚才分享里面的一个回应的哈。刚才最后一位分享是阿展嘛，是不是？对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我们也不要太悲观哈。这个世界是变化非常快的。阿展呐，阿展在哪里？阿展，马上说。阿展刚才那个分享哦，各位想想看，如果20年前做这样分享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我们讲的里约加20了，如果是讲这个斯德哥尔摩40年前阿展做这样分享，会有什么结果？不是阿展会大麻烦的，连这个王教授都大麻烦了。如果40年前刚才做那个分享，他说他去访问共产党，是不是？你看看台湾进步有多大，进步有多大？大陆现在学生很多来这里啊。其实很羡慕我们能够这样的情况，所以要告诉各位哈，真的帮助我，其实也是帮助台湾呐，也是帮助这个世界啊。我们能够很积极的回应这个里约的精神，那么就是在10月20号那一天呐，我们政府呢他办的，我们尊重他，对不对？但我们民间我们来办，我们今天的时段就第一个9点以前是我们的时间，我们要怎么办就我们怎么办。然后那个10点到10点半那个休息时间、茶点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；中午12点到13点半一个半小时，我们的时间；3点以后又是我们的时间。我们起码把那个游行办得真的有声有色，大家都是很高兴这样子。大家要出点子，怎么把它办得很成功了啊？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啊，等于下次的承诺，大家在台中见哈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团员就谢谢各位的光临。我们的哎，明慧是，对不起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刚才你说台湾黑熊是我们的部长哈，环境部部长。那请问呢，桃园藻礁或是其他植物可以当部长吗？当然可以，全部都是候选人，一定是要这样的。我的意思说，植物动物都当做他们的第一，每一个物种当3个月都好。正式的人是不能这样做，但是我们会转弯。对，我们这个转弯是正确的转弯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推荐啊，就是我们送到明慧老师，是我们在那个环境教育法的那个那个大会哈，那他也帮很多忙，所以我们一起努力。好，那就我们在这边结束，那个团员请留下来，大家帮个忙把那个东西收起来，因为这个要送到 NGO 博物馆。来，知道怎么找？来，请，最后我们就先。